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哇，好久没见了！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还是那样啊，大头娃娃。哎，但你们都不优化一下这个？等你给设计的，这么贵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那当初从接到剧本到决定出演的过程，制片方这边然后找到我说，这个剧本非常好，你先看一眼。挺可怜的，这个孩子，他只是坚持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下场？哇，我太难了。那你印象比较深的是哪场？就是修轨道的时候。我修的是轨道术，在哪儿修啊？我在地铁修。那有没有门槛？其实你觉得演起来就有点无从下手。无从下手。38-1。永远的痛，几大仙家聚集在乱葬岗的时候，我有一大段的推理。哇，就是像名侦探柯南一样，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，还要不停的转转转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所以大家一直说你温柔，你会不会很有压力？不会啊，我觉得温柔要对心爱的人、重要的人、在乎的人。亲爱的人，重要的人，在乎的人。如果有人开价100万，就你现在回头是你会怎么走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回看。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我接了您的活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服务。只是大家可能在观念上、审美上存在一个差异，那就去化解这个差异就好了呀。那你选择了我，你就得相信我的专业度啊。那你这边也是影视吗？所以要不要给你个站点？我哪敢，每次我看到就会觉得，这是我吗？哇，他们也太厉害了。朋友就会跟我说，因为他们是带着 iPad 的，然后就谢谢，期待下一次见面。